今天的会，我先讲到这儿。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、金融、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。来，开始讨论吧。到了午饭的时间了，陈主任，各位代表。 这样，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，今天中午啊，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，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，怎么样？曾山同志，金门饭店太贵了吧？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？我建议啊，大家吃食堂。行，吃食堂。吃完以后抓紧开会。那好吧。 那就听陈主任的，去食堂，顺便呀、啊，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。哎，就在百老汇大厦。哎，曾同志，陈司长一会儿来不来？陈市长，哎呀，我们老战友，四四年的时候他去延安，我送过他一程。哎呀，不是，他肯定会来看我的。陈市长啊，这几天确实很忙，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。得瑟。 当然了，那坐吧，我别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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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陈师长，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？这个是讨来的赞助，梅兰坊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，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。你这不是搞特殊吗？是，不对，你们是远方来的吗？ 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，啊！是啊，是吧？那个陈师长，俗话说拿人手短，这又我们吃的不安心呐。安心吃，哎，一边吃，我一边讲话，是吧？是是是，别来，你也吃吧，吃吧。啊，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，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。 是帮助我们也好，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。我认为五大区啊，应该互相学习。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，这一点呢，也给了我很大启发。这一个是贸易战，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， 啊，纪南英同志交给我了。谁准备的弹药多？ 谁就胜利。小季同志这个词儿啊，来源于西方经济学，但放在我们这里啊，并不完全对。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，也会搞错？不是他搞错了，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。这，不是单纯的贸易战，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，打击投机商，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。 恢复发展生产，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，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。我明白了，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。可以这么说，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，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，都不可能打大仗。军事上是如此，经济上呢，也是同理。所以。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，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，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。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，我也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嗯，吃吃饭，吃吃吃，抓紧动筷子吧，别客气啊。吃肉吧。那看看长短和丝吧。
这一看就太短了，你不要剪那么多。不要擦太深。真美呀！花还是人呢？切磋，我心里只有你呀，当然是你喽。哎，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，搬回来住好啊。 再说吧，最近医院太忙了，省下这路上的时间，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。你要想想我嘛。哎，你不要捣乱了。来，你呢？对了，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，我来下厨。哎呦，她不要太忙哦，最近上海开财经会。 林良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？开财经会，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，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，多做贡献。<笑>我看出来了，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。小王，哎，喂。 老板，哎，财经会在上海开，我们的机会又来了。你去问问你表妹，拿个联系方式，咱们去定一些更紧俏的活。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，弄这个办法行不通，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就这样。李局长。 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，谁能想得到，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，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。师长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，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，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，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。要真是这样。 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一下有意思喽。先前啊，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，同日本人、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。现在呢，是我们要建设国家，要搞好这个城市，换做我们。 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，斗争手法呢，就要换一下了。师长，您说的没错。从跨白仪式到银元之战，米棉之战，发阅兵，敌人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表面上看，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、民警，还有大量的市民。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您让我来布置工作，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？这个是一方面，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。 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，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。明白，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。交给你跟小璐璐，他是个老革命。哎，李局长，误会，徐先生，怎么又是你？哎，我认识他，是徐先生，对吧？陈师长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陈师长，我呢？ 是想跟你做一套中山装，聂安娜。是向您表示感谢。二来呢，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。放心吧，徐先生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做的。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，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。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。由于纪律关系，不能跟你说的太清楚，希望您能理解。 相信我，放心吧。哎哎，他说的话，我可以做担保。徐伯伯，有师长给您做担保，莫红的仇我们一定得报。是，好，回去吧。哎，谢谢，回去吧。佳佳，佳佳，来来来，请进。 随意看看。
纺织业呀、是上海的支柱产业，这家申鑫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。曾副市长过奖了。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，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，不胜感激啊。哎呀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以您的经验来看，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，有没有可能性啊？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，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。哦，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。首先，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，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。上海有江有海，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。其次呢，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，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。那第三呢，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，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。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。您才是行家的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。荣老板眼力不错嘛。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。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，还亲来实地勘察，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。你过奖了，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。谢谢。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？海上搞封锁，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，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，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，比如分区停电，不能做到供应充足，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。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。好啊，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。嗯，哎，这也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，就是动力。上海发电尚且不足，更别说其他地区了。好啊，咱们再看看吧。哎，来这边。你看，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，周期肯定要比搬纱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，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，既耗时又费力啊。另外，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，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，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呀。老板，一碗葱油面，一碗阳春面啊。对，我葱油面，一碗阳春面。我们就坐这儿了啊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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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想到。老板，哎，一份生煎。哎，然后再来一份生煎。哎，他这个生煎是啥？哦，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，有点甜，我吃不太惯。听说了吗，慢走啊，上海厂子搬迁的事儿，这不是明摆着把上海瓜分了吗？哎呀，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，饭都吃不上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开工？对呀，还怎么开工啊？哎呀，有一顿吃一顿吧。哎，老板，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啊，马上来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面，来来，快吃，趁热，上海特色，凉了就坨了。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啊。他们这儿啊，做啥都爱放糖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哎，刘先生兄弟，我想打听打听，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，值得接收的？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，首选申鑫纱厂，其次是永福山袜厂，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。哎，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？你这香烟我听说过，一个纱厂和袜厂。嘿，那二位是政府的吧？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，搞财经的，你们认识吧？那当然了，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，谁不认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既然都认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啊！哎，尝尝生煎，来一起吃。
饱了饱了，唠唠嗑还行啊。吃不惯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下回吃黄鱼面，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。哦，也贼甜，是吧？嗯。听口音，你们是东北的啊？对，东北的。哎呦，东北的物资老多了。上海呀，现在什么都缺。哦，粮食、棉纱、甘蔗、菜籽、猪鬃。嗯，只要能有货，我可以先付定金。私底下做买卖，行吗？嗯，那能不行啊？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，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。哦，上海有钱有产品，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，溢价搞起来领工呀。行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呀。哎，我们还有点急事，先走了啊，你慢慢吃。是了，不吃不吃。对对对对对，走走吧走吧，不吃了。啊，你们走了好了，这两碗面算我的。哎，走，嗯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翟伟，翟伟啊，嗯，老板，哎，钱，啊，谢谢啊。季参谋的哥哥，你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那能好啊？好，知道了。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。放眼一看，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吧？都说说，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。我觉得啊，这上海现在的问题，需从农村、精简、疏散三个方面着手，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。陈主任说过，东北。工厂有了，机器有了，工人有了，再加上资金，那生产就恢复了。东北现在有粮食，有资源，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。嗯，是有道理。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，上海人是真多呀，这么多人不种地，弄不出问题吗？所以，把厂搬迁出去之后，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。笑啥呀？难道俺说的不对吗？我建议啊，这位同志，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，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。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，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，所以要想支援上海，就要支援武汉，否则的话。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。同意。既然是自由贸易，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，价格好谈呐，对吧？浩哲，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？是啊，咱来上海干啥来了？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？私底下把价格谈好啊。给陈主任分忧，给国家省心，让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。哎，他说的有道理。是啊，过日子，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，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。从房头上看，很多事情是大事、要事、急事，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，很多事情。它是可以缓办的。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，各自为政，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。这么浅显的道理，不用我再解释了吧？陈主任，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，只要你说不要私家做买卖，我第一个表态。啊，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，各大区。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，上报产量，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。我举个例子，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，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？陈主任，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
不会欺骗中央。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定战役，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，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。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，不假，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。全国还没解放，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？是啊。哎呀，陈主任，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。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，那地方积极性咋保证了？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，有争议不要紧，是好事。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，一个一个问题解决。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、开明白、开彻底。别愣着，接着讨论。老李，老李。大哥，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？这事儿你说都说到了呀，你赶紧忙你的事啊！啥也不是。卖报卖报，新民报晚刊。卖报卖报，新民报晚刊。你想吃的？哎，卖报。啊，我要一份报纸。那报纸。谢谢。那。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，武松口外将受影响，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。啊！台风要来了。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，此时已经穿过冲绳列岛。往上海方向扑来，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，顷刻之间，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慢一点，妈妈，怎么办？心，注意点啊！灾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要多备一些雨衣和雨鞋，多备一些抢险的工具啊！对对对。多多益善。是啊，市长来了。市长，人到齐了没有？基本到齐了。市长，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，我替他。可以，开会。
知道。开会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，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，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。我们要尽快的设置灾民安置点，通令全市各学校、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，尽可能的安置灾民。另外啊，工会、青联、学联、妇联、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，要赶紧动员起来，联合粮食公司，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，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。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。嗯，我建议啊，警备部队、公安局、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，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。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，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。是，师长，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还有海棠，请部队的战士协助。是，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，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。好啊。还有师长，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，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。可以，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对了，小龙，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？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。是。同志们，从现在起这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，我会在这儿坐镇，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，我会帮助协调解决。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。是。华北区的代表，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？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。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。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。西北区呢？你们呢？怎么回事？都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咋了？陈主任，这咋回事啊？停电了。停电，谁知道啊？大家不要慌，陈主任不要慌，各位代表不要慌，是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，不过很快就能修好，这里很安全，大家稍安勿躁。陈主任，潘副市长，刮台风了。是。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，海棠也决堤了。不过陈主任，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，我去帮忙找几件雨衣。好的。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要出去，很危险。潘副市长，我是上海人，上海现在遭遇台风，在这里我坐不住了，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，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，多做一点事。我要保证你的安全，陈主任。不用担心我。各位代表，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，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，我们一起加入救灾，一起看看上海，感受一下上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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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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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救小孩，先救小孩！去，小玲，去那边，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小玲，放心吧，等我走。快，跟上！别怕！快，跟上！别怕！快，快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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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长，师长，你带着，孩子，把他们牵走。谢谢师长，这里留给我吧，给他命令，赶快上车走。是。快，快！潘市长，来了，来了，他是市长。对，他是我们潘副市长。谢谢你，市长。别客气。你有救人。放心吧，有困难就找我们。我们共产党、上海市新政府就在你们身边。 走！同志们，加把劲儿，能抢回多少是多少。李斌，还有抓紧，快，快，注意安全，快近一点。来，给我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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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能不过来吗？我得过来帮你们呀，这是上海的救命粮，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底了。不会吧，就这么点了吧？这是上海最大的粮库了，全都加起来啊也不超过1000万斤，还有救灾要拖出去的，能撑个4到5天就算不错了。现在不是每月能从周围配给3000万斤吗？周边都不同程度遭了灾，恐怕这个月啊指望不上了。喂，喂，那边还有，喂，那边，快点！大家注意安全！加把劲，加把劲！这是上海的救命粮！哎，快来！一个人一份干粮，一双鞋，都有都有。大家排好队。大家别急，别急，大家往这边走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大家一个一个来。别急啊，别急。林耀先生，我没来晚吧？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也能来的，这么准时就好了。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。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排好队。孙夫人，你们都来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孙夫人为百姓奔走，我等理当追随啊。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。喂，喂，喂，不行啊，还是没声音啊！抓紧时间，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。好的，主任，请稍等。主任，您再试一下。喂，喂，哎，有声音了，喂，市长。市长，市长，市长，广播抢修好了。好，三车。市长，这是我刚赶的稿子。好。可以开始了。上海的全体市民，我是市长陈毅。我们遭受了大风暴，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，房子倒塌，好多地方停了电，吃的、水、药品也面临着短缺。我们上海受灾了，但是请大家记住，新政府
全上海五百四十多万市民，我们要团结一心，同舟共济，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，同舟共济，我们行动起来。这么大的台风，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就是啊，我也没有看到他。我去看看。 徐伯伯，徐伯伯，快点来！怎么了？徐伯伯好像受伤了。哎呦，跟哪能搞了？哎呦，哎，阿伯侬来一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当心当心！哎呀，三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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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伯伯，怎么办？没叫，怎么办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让他翻过来。 叫什么名字？陆世奇。头上的伤，是不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你哥，我叫陆修远。 哥，你是我哥。
深爱着。